请问我们之前去拍红衣小女孩撤轨发生的灵异事件是真的吗？好像真的哦 ！ABC， 我想他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ABC。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大家好，欢迎回到秀丽可能小鸡台。季姐姐，弟弟 ，Hello。为什么我们讲话要这么小声？而且秀弟还没睡觉，秀弟弟他们等下就要睡觉，他们待会就要去睡觉了。他只是跟我们开场一下，好，你们可以睡觉了。秀弟弟睡觉好不好？好，没错，先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是几点，这差不多是半夜三点左右。半夜三点大家知道我们要干嘛？没错，我们今天要来都市传说挑战了。那我们今天放了一个蜡烛，因为呢。这一集跟我们以前有一集很像，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在半夜三点挑战和 Siri 对话嘛，然后那一集就是蛮多突发状况的。然后呢，最近有人说想看我们拍这集 ChatGPT 这一集嘛，然后是文字的，然后那集大家也蛮喜欢看。然后呢，其实它有一个很拟人化的一个语音版本，然后我觉得那个超级毛骨悚然的，因为它的声音呢。跟我们人 一模一样，就是他会有抑扬顿挫。这他们讲话不是都是像机器人吗？对，他这个是人哦。对，因为像 Siri 嘛， Siri 还听得出来，就是有点机器人的感觉嘛，就是你好，你现在就是会那种感觉嘛。但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这个 ChatGPT AI 这个语音版本呢，它是你很像在真的跟一个人对话，所以对，所以今天影片会很可怕、哦。我们今天是。打算要来半夜三点呢和 ChatGPT 的 AI 对话，然后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那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应该跟 Siri 那集差不多，就是我们可能会问我们工作室有没有别人，然后有没有第三个人啊，然后有没有死过人，然后或是问我们前阵子可能拍了一些都市传说挑战有没有什么灵异事件，就像红衣小女孩那个我们就可以问。我们不是拍三段全部都没声音吗？我们大家可以问 ChatGPT 最近发生什么事，然后他来问 ChatGPT 吧。Let's go， go。大家看得到蜡烛吗？好，那我们就马上来问吧。他这个是要付费的，就是你文字的话可以免费，然后如果你要语音的话是要付费的。打开我们 ChatGPT， 等，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个软体吧？就是这个软体，我现在已经进来了，就是 ChatGPT 的一个图案。他现在好像已经更新了，他现在好像到 4.0 了吧。然后文字的话大家有印象去看这一集，我们这一集也是问了很多问题。好，那我马上来按按看他的语音。他这个语音的话是要按左下角这个耳机这边，左下角这边有个耳机，要按下去呢他才变成那个有人说话的那种，很像 Siri。大家就知道我们大家先问一些基本问题，然后先带大家听听看他究竟是什么声音，我觉得超可怕的。好，那我们就马上来问他吧。我们先问他是谁好了。好，你好。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好像真的哦 ！ABC， 我想他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ABC。你好，你好，真的很像真人呢、欸，好可怕哦、喔！你好，哎、欸，现在 AI 人工智能越来越可怕了啦啊！可怕，好了，好了，那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请问你是谁？我是 ChatGPT， 一个由 OpenAI 训练的人工智能对话模型。我可以回答各种问题，帮助解决问题，或者仅仅是进行友好的对话。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随时告诉我。哦，我们刚问了第一个问题，他说他是 ChatGPT 的人工智慧的程式，这样，就是他可以介绍自己耶。可以，他告诉什么人工智能什么之类的。请问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还有别人吗？我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实际上并不在任何物理空间内，也无法感知或了解您所处环境的状况，因此我无法知道您所在空间是否有其他人。如果您感觉不安全或担心，建议寻求身边人的帮助或联系相关机构。有其他问题我可以帮忙解答的吗？哦，哎，声音真的好像真人呢，不是很可怕吗？对啊，你看笑。哎，这个可以拿来整人呢，因为他说他可能是 App 吧，可能是 AI 人工智能，他不能帮我们
判断我们附近有没有人、欸、可是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可以针对你的问题再去延伸呢、欸。对，他可能是会不会以为是我们有遇到什么危险、嗯，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去寻求帮助这样、嗯。好，第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出来，但是算是回答很多哎、欸。如果要跟 Siri 比的话，其实 Siri 可能也会回答，但是他就回答比较简单，但 ChatGPT 会回答满一整串，然后可能还会延伸这样。好，现在问。我们现在问过最恐怖的，请问我们现在后面有人吗？我无法知道或感知您所在的环境状况，包括是否有人在您的后面。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只能提供资讯和回答问题，但不能观察或评估实际的物理环境。如果您感到不安或有顾虑，建议您检查周围的环境或与身边的人沟通。需要其他帮助吗？哦，也是一样啊。就是他说他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他是没有办法看物理的状况啦。但是他不能看物理，但是他应该可以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吧？说不定可以啊，因为他说不能看物理嘛，顺便他可以看灵异的空间之类的，或者他觉得没有这些事情，会不会有真的有人的声音是这样啊？然后就真的是超像的、欸，我觉得应该会有，因为他听起来就是一个外商高阶主管的 A B C， 感觉蛮有魅力的感觉的，对，这样，对一种主管的感觉。就我们来问那个，就是我们这边有没有鬼好了，因为鬼不是物理的嘛。那么来问不是物理的部分好了、嗯。那请问我们后面有鬼吗？我无法感知或了解您所在环境的实际情况，包括是否有鬼或其他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作为一个基于数据和算法运作的人工智能，我只能提供基于已有资讯的回答，并不能对超自然现象进行判断或确认，所以他不能物理，也不能帮我们看超自然现象的部分呢。啊，他回答好多、哦，他就是比较那种科学的角度去讲哦。所以我们可能要给有资讯的问题，要比较清楚的。世界上有鬼魂吗？关于鬼魂的存在，这是一个广泛讨论且见解不一的话题。科学界通常要求有可重复验证证据来证明某件事物的存在，而到目前为止，鬼魂的存在尚未有科学证据支持。然而，许多文化和传统中都有关于灵魂和鬼魂的故事和信仰。这些故事和信仰反映了人类对生命、死亡和存在之谜的探索与理解。有些人相信鬼魂的存在，认为他们是未能安息的灵魂。各位，我们来问个最恐怖的好了，红衣小女孩的问题好了。我们前阵子遇到的状况，我们来问问看这灵异状况。请问我们之前去拍红衣小女孩撤轨发生的灵异事件是真的吗？啊，念的可以吧？关于拍摄红衣小女孩或其他灵异现象的真实性，这通常取决于个人的信仰和对证据的解读。灵异事件的报告往往充满了个人的主观经验，而这些经验很难用科学方法来验证。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个人经验或信仰而坚信这些事件的真实性，而其他人则可能持怀疑态度。那请问我们有被鬼跟吗？是啊，看我们不一样的回答。被鬼跟这个词汇在我现有的知识库中没有特定的解释或对应的概念，它可能是一个打错字、特定领域的专业术语，或者是特定文化或地区的方言。如果这是关于某种特定的物品、文化概念，或者是一个特定场合下的用语，我可能需要更多的上下文信息才能给出相关的解释。那我们好像问不太出东西嘞，因为他基本上好像都很难回答一个答案出来。但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聊天呢。对 ，ChatGPT 是其实是比较好拿来做作业啊，你要报告啊，用什么文案或是脚本打上去之后，他会帮你，就是你想要的脚本什么，他会给你很完整的。很漂亮的文案，这样好了，那就这样了。那大家有玩过 ChatGPT 的这个语音吗？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留言起来，告诉我们。
好，各位，那我们实测完了这个半夜三点和 ChatGPT AI 对话的这个实测啦，算是完全没发生什么事情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理性务实的回答。但我觉得跟他聊天有点像是跟那种教授很有智慧的人在聊天吧。好像是这样，那大家可以去试看这个 ChatGPT， 你可以去玩看文字，然后像这个语音对话的话，你还要付费啊，就看你要不要付费玩这样。好，那就这样啦。大家想看我们半夜挑战什么都市传说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哦，我们就挑战。那请你们在这边选影片，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铃铛，铃铛的 IG 一定要追踪哦。然后记得听我们新歌，拜托你快拒绝我，已经全速上线啦，全速平台听得到，记得帮我们听100遍，先帮我们的。完整 MV 的这个歌词 MV， 先帮我充10万观看。好，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不定期有会员礼以及会员聚会可以参加。OK， 好，那就到这里啊，大家拜拜，下次明见。记得留言哦，每次留言我们都会看，拜拜。我要睡觉了，拜拜。拜托你快拒绝我，就让我死心。拜托你不再追求那么死心塌地，把所有好的坏的都删掉。It's time to let you go。拜托你快拒绝我，就让我死心。装得不在乎，其实很不安，藏着对你的爱慕，我说不出。